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ーシ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小丸子，又考了这么低的分数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题目真的很难嘛。上课不认真听讲，做作业的时候不认真完成，所以才会拿这么低的分数。但是拿了这种分数，我也没有藏起来，也没有逃避，没有隐瞒，诚实的拿给你看，我很厉害吧？笨蛋！哎，妈妈真是没脸见人了。为什么你总是这副德行呢？我明明是个很喜欢学习的孩子。啊，你喜欢学习？是啊，可是学习之神好像一直很讨厌我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说学习之神？请别丢下我不管，学习之神大人。哎，放开我！不要！所以我才总是拿到这种分数啊。哎，腿都麻了。小丸子。第二天。哎，虽然觉得这已经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借口了，可是无论如何在妈妈那儿也行不通啊。要怎么说才不会惹妈妈生气呢？小玉。我好像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呢。哦。每次试卷发下来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这个问题。小丸子如果有时间考虑这种问题，其实还不如下点功夫学习的好呢。早知道会被骂得这么惨，就不找借口了，真不划算。下次你就说一些要努力的话，阿姨应该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吧？不行，这招用的太多了，已经行不通了。这样啊。哎呀，就不能轻松点说出来吗？哎，明明不用那么辛苦解释就过得去的。倒不如说你讲了太多无用的话。再见，明天见。就是说呀。哎呀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高丸阿姨您好。你好啊，小丸子。今天准备的点心是鲜贝，在橱柜里洗完手再吃。哎，又是鲜贝啊！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就别吃。我知道了，会吃的。切！啊，对了，接着说，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听说是那个。哎呀，是那个吗？就是啊，就是那个。要是那个的话，就没办法了。要是那个的话，就讨厌了。真是的，今天也聊得真起劲儿。话说回来，妈妈和高丸阿姨刚才一直在说那个那个，好像他们什么都明白似的。高丸太太是那个吧？就是那个，没错，银太太。是那个的话，您也挺坏的嘛。银太太也是，和我一样坏。就是这样。跟这个不一样吧？不过如果那个可以帮我沟通就好了。哦，就这样。就这样什么呀？啊，是姐姐呀。好，马上就试试。姐姐呀，听说今天有那个。啊，那个？对，
那个，点心吗？对呀，就是点心。好厉害呀，你明白我说什么？这不就是你想说的吗？啊，听说点心是那个。是蒸番薯吗？那是团子？不对不对，是鲜贝。哈，终于猜中了。哎呀呀，姐姐你现在还差得远呢。说到底，只是说那个的话是不会明白的。姐姐也不能这么说呀，你看到妈妈和高丸阿姨了吗？妈妈和高丸太太？就在家门口啊。他们两个很厉害的，几乎都是说那个就能沟通了。真讨厌，你在偷听吗？真没礼貌，这叫耳朵灵才对。总而言之，那就是我的理想。光说那个就能沟通，多轻松啊。我说你这家伙的脑袋里光想着轻松的事情啊。丸子啊，姐姐你们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爷爷。好，点心也吃过了，该去做作业了。姐姐真是了不起啊。因为晚上想看秀树的节目，所以现在要赶紧做完。那丸子就不用做作业了吗？晚点做，反正我是一个没有被学习之神选中的女人，无所谓了。此话怎讲？因为我被学习之神抛弃了，所以在考试中不会拿到高分数的。而姐姐是被爱护着，真是好啊。什么？过分？那个学习之神太过分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很乐意把那个学习之神让给姐姐的。丸子啊，你放心吧。就算那学习之神已经把丸子抛弃了，爷爷无论如何是不会抛弃你的。爷爷，我最喜欢丸子。爷爷，谢谢你了。爷爷是最能够理解丸子的人。最能够理解我的人。对了，要是爷爷的话，也许能沟通。怎么了？爷爷，要做那个吗？那个。那个是指一起看电视，你明白的吧？你刚才不是说最能够理解我的是爷爷吗？那个，做那个，那个，不行，不明白，竟然不明白你的心思，我没有资格做最能理解丸子的人，对不起了，丸子。没事没事，果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呀。不，绝不放弃。做爷爷，我怎么可以不明白丸子说的话呢？还没到放弃的时候。爷爷，就算只有爷爷能和我用那个沟通，我也会很开心的。爷爷，把那个一下，再做那个。知道了，把那个做完了，再做那个，对吧？就是那个。那个，把那个做完，就再做那个。那个，把那个做完，就再做那个。爷爷，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已经到脖子这里了。不明白，完全不明白，怎么办？对了，丸子说的那个一定就是那个，我明白了，丸子。真的？这些够不够？不对。嘿嘿嘿，竟然这么晚才明白，我也太不懂事了。都说了不是。等一下，这样也不错吧？不愧是我爷爷，真明白我的心。这是当然的啦。谢谢啦，要对妈妈保密啊。保密啊。妈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爷爷自己要给我的。你又把责任推给爷爷是吗？爷爷，虽然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但你不要被骗哦。我刚才是被骗了吗？我没骗你了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爷爷误会了我的意思，而且我也只是想模仿一下妈妈而已。模仿？是呀，是那个了。只是说那个怎么明白？好好说出来。
我不是说了吗？那个，你在开玩笑吗？给我适可而止。刚才妈妈跟高丸阿姨聊天时在说的，那个。说那个就能沟通的话，是多么轻松的事啊！所以我也想试试看嘛。其实我是想一起看电视的，爷爷却误会了。什么？原来那个是指看电视啊？嗯，那现在误会也解除啦，我要去做作业啦，再见喽。但是你刚才打算拿走那100日元吧？啊，是因为那个……啊？那个是？不。不是那个，讨厌，我都说的是那个了。我问你话呢，给我在那儿坐好，快点解释一下，那个是什么？妈妈，手下留情啊。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好了。坐吧，小丸子。小丸子，对不起。哎，真是个笨蛋。对于小丸子来说，要把那个用好，还是差得太远了。啊，那个！冰箱坏了。好奇怪啊。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冰箱里的灯不亮了，而且也没有声音，是不是坏了？哎，真的呀，一片漆黑。我来试试。哦，修电视机的方法行不通，好像是的。没办法了，我打电话找人来修。哦，啊！冰箱下面怎么湿了一大片的？哎呀哎呀，冷冻室的霜化成水流出来了。啊，冰激凌也会融化的。怎么办呢？说的是，还是早点把它吃掉比较好啊。哎，但是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，能吃吗？不吃的话呀，就会全都化掉了。哇哦！这是因为马上要化掉了，所以没办法才吃的。我也知道，现在就快吃饭了。也是，没办法了，快吃吧。好。因为今天是周日，维修的人休息了，所以只好明天请人来修理了。现在是梅雨季节，要是就这么放在冰箱里，生的东西就会坏掉了。冰箱坏了会化水的，先都拿出来再说吧。也是啊。午饭我就给大家做咖喱肉好了。吃咖喱，好棒哦！多做一些的话，晚饭也可以吃咖喱的。真好，最喜欢咖喱了。虽然把肉给用掉了，但是鱼和鸡蛋怎么办呢？我回来啦。啊，爸爸，不是去钓鱼了吗？就是啊。你回来了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因为鱼比想象的大得多，所以就中途结束回来了。啊，真是太好了，正好把生的东西放到冷藏箱里呀。生的东西啊，真的坏掉了，真麻烦呢。就是啊，把这些全部吃掉是不可能的。啤酒都不冰了，你就担心啤酒？哎，不是，就算是放在冷藏箱里也不能保鲜很久啊。对了，向花轮同学借一下冰箱怎么样啊？请看这里。但是就因为这个特意去花轮家里？是啊，有点远呢，拿过去也很麻烦呢。怎么办才好呢？如果要借用冰箱的话，啊，去拜托高丸太太试试吧。好主意，高丸阿姨家住的也很近。哎，是吗？那麻烦你了，高丸太太答应帮忙保管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快整理好拿过去吧。小丸子，把这个布丁吃掉吧。哎，那可是我洗完澡之后再吃的，放到高丸阿姨家里冰着嘛。拿过去的东西越少越好。喂，把我洗完澡以后要喝的啤酒也拿过去冰一下。真是的，你们两个总是说一些任性的话。
要是拿那么多东西过去，会给高丸太太添很多麻烦的。不需冷藏的东西就不要拿过去了。不冰的布丁根本就不好吃嘛。温的啤酒让我怎么喝呀？那么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那就全拜托你了。就交给我吧，随时都可以来取哦。真的非常谢谢你。这全都是为了你。哦，雨已经停了，小丸子要不要趁现在出去散个步啊？好像不错哦，爸爸。马上就要吃饭了。马上就回来，走吧，小丸子。好，你们可快点回来啊。哎呀，小丸子要布丁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还有啤酒也拜托了。好的。啊，鹰先生，晚上好啊。啊，你也是，晚上好啊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进来和我一起喝一杯啊？快请吧，到屋里坐。不，但是突然打扰，我怕会给你们添很多麻烦的呀。请进，请进，小丸子也来吧。用别人送的肉做了日式牛肉火锅，好像做太多了。啊，牛肉火锅！如果可以的话，就一起来吃吧。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打扰了。哇，看样子好好吃啊！这些全是牛肉。是牛肉火锅吗？我家的牛肉火锅也会放猪肉的。那也很好吃啊。小丸子，不要说那种多余的话。可是是真的。小丸子，欢迎啊。晚上好，晚饭还没有准备好呢，先来玩会儿吧。那么接下来就轮到小丸子了。好。又对了，真厉害啊，小丸子。饭已经好了，来吃吧。好，一会儿再接着玩吧。真好吃，人都要融化了。酒真可口啊。来来来，满上满上。小丸子也多吃一点哦。好。啊，冰箱坏了，竟然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事情。冰箱先生，真的要谢谢你坏掉了。不客气。万岁万岁。妈妈，我们还不开饭。爸爸和小丸子出去散步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，到底去哪儿了？肚子好饿。嗯，是啊，那我们就先吃吧。太好了，赢了！我又输了，小丸子真厉害呀！来，对了，我自己做了一些冰激凌，小丸子和我一起吃吧。真的，我最喜欢了。给。这是香蕉。是啊，把香蕉冻起来了。很爽口，很好吃。对了，我的布丁送给你。喂，人家招待我们吃饭又玩了游戏，就送人家布丁啊？你不懂了，最重要的可是那份心意呀。而且布丁是多好吃的东西呀，哪怕只吃一口也会变得很幸福的。我也很喜欢布丁的，谢谢你啊，小丸子。看到了吧，布丁可是很受大家喜爱的。可是我喜欢的还是啤酒。小丸子和爸爸的感情真好啊。刚才还在浴室里一起唱歌呢。是呀。我们全都期待着能够经常听到小丸子和爸爸的歌声。小丸子，你唱的是什么歌？我唱的是老爷国王和百惠的歌。我最喜欢百惠了，好想听啊。小丸子，你就唱一首，就当是回礼了。唱吧，我也和你一起唱好了。那个，好吧。你是女孩，你把你的最重要的东西藏在小小丸子他们一家总是这么快乐。落入诱惑甜蜜的陷阱啊。那么就按你们的要求再来一曲吧。
全心全意只为你，不渝的坚守着，我是你的女人。你们俩到底在做什么？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还不回家，我就出来找你们了，结果随着歌声就找到这儿来了。哦，英太太，他们是来拿啤酒和布丁的，是我们把他们留下来的。啤酒布丁啊，那个是托他们的福，我们也很开心的。是这样啊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抱歉打扰了。没问题的，是吧，爸爸？你们两个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对不起啦。第二天，真好吃啊，羊肉火锅和冰激凌，姐姐也很温柔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温柔。那是梦啊，小丸子。是啊，所有的肉都是牛肉的日式火锅是梦啊，吃剩下的咖喱才是现实啊。那么你就去做高文家的孩子吧。别说多余的话。爸爸，你昨天好像喝了很多吧？修冰箱要花不少钱，我看你短期内就不要再喝酒了。等一下嘛，这个梦一般的夜晚之后，等待小丸子他们的是比平时更加严峻的现实。最近爸爸很受班上男生的欢迎，虽然我也很高兴，不过可不能在花轮同学面前得意忘形了。七夕晚会，花轮的爸爸和妈妈肯定是来不了了。下一集《淘小丸子》讲的是向银河许愿和人气暴增的广志，敬请期待哟。喜欢